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只身与风龙五五开，但其实他有个黑暗的过去，合成装备时运气特差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，果然失败。但他现在刚刚突破，拿回合成失败消失的装备，再次挑战，成功了。新职业雷神登场，签到领取五张 Gamma Coupon， 开服起计算史上最长赎回时间，天堂 M 5周年，超有感。